看他们这化妆的效率啊，这不耽误我向你求婚吗？丽阳，有没有鲜花？我不。什么时候带男朋友回家看看？小姨，您又问。时候到了，我自然会带他回去的。您呀，就别老催我了。哎，我能不催吗？你都28了，该成家了。别要求太高，找个疼自己的人最重要。小姨的身体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将来我怕等不到那一天呢。小姨，您看您这是说什么呢？您一定会好人有好报，长命百岁的。哎，事不由人呢。小姨，过了明天，过了明天我就带他回家。啊，是真的吗？真的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可在家等着了。请问是王立阳吗？啊，我说你们这是什么效率啊？几点了才到？白云飞。哎，还老大老大的在这搞黑社会呢，我可不怕你们。江小云，关你什么事儿？我们老大又不找你，哪凉快哪待着去。切，你们想干嘛？美丽，你别急呀、啊。听说镇上新开了家 KTV， 音响效果特别棒。这不，想请你唱歌。对不起，我还要回家写作业呢。哎，何美丽，你可别不知好歹，我们老大可不是谁都请的。哎，怎么说话呢？去，美丽，一起去吧。臭王哥，我再请你去吃海鲜。都说了不去了，怎么着？听不懂人话？你干嘛干嘛？还想打人呢？我可不怕你们。行，算你走运，老子不打女人。哼，谁怕你啊？怎么样，美丽，这唱歌不也是缓解压力吗？一起去吧，走。我不去，我不去。你放手，你放手，你放手。住手！都说了不去，还强人所难，太不爷们了。哎，大哥，来个找茬的。哼，憋了一肚子火，正愁没地发呢，还等什么呀？干他呀！可以回去了。你是哪个班的呀？叫什么名字？
白云飞。白云在飞翔，好名字，我叫江小云。谢谢你啊，我叫何美丽，我知道。啊？再见。美丽，原来你这么出名啊，好多男同学都认识你。哪有？哎，你有没有觉得他长得很帅，打架也很帅？你还在想人家呢？江同学，多想想学习吧，你的成绩可是不怎么样。管他呢，反正我也不奢望能上什么名牌大学，等将来毕业了，我就直接去我老爸公司。哎，你的命是好，我的就不行了，小人物就得多努力。你也别气馁，我罩着你，以后没饭吃了就来我爸公司，怎么样，够仗义了吧？仗义，我先谢谢你了。哎，不客气，咱俩谁跟谁啊。哎，你说刚才那白云飞，他是不是会武功啊？我看会，说不定还会降龙十八掌呢。哎，你怎么还在想他？哪有，我看出来了，你喜欢他。别瞎说，快走吧。喜欢怕什么呀，我也喜欢，人家本来就帅嘛。你呀，我真没法说你。白云飞，谢谢你啊，我叫何美丽，我知道。啊，再见。小姨，来这边坐。美丽啊，作业还没写完呢。刚写完。我俩妹妹呢？刚睡了，都11点了，你也早点睡啊。嗯，别给自己太大压力，小心累坏了脑子，早点睡啊。小姨，你又咳嗽，吃药了没？吃过了，老毛病，不碍事啊，早点睡啊，早点睡。谁啊？